我讲一件事，因为 Touch My Heart 今天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上面唱的。对，没有，因为我昨天呢还上网自己看自己影片哦，然后自己背自己歌词，因为我专辑没拿到。然后呢，自己借你啊，借你。歌词本借你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借你看一下，这个是那个深情款款，超帅的。这深情款款，这正式版的耶。对，这个是正式，这是我预购深情款款的歌，让你批判一下。好，我本来刚刚是想要那个拿歌词上来唱，因为我觉得我昨天很有自信的可以把歌词全部唱好，就我刚刚一直听我的声音怎么跟音乐不太搭、啊、就歌词怎么又不太搭、啊、因为我真的不太会背歌词，算了。没有，真的是很好听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我们歌迷朋友很期待看到你，我们先来跟他们拍张大合照好吗？跟他们拍张大合照。是的、啊、请我们工作人员上台可以吗？会唱就一起唱嘛！哎，注意，请不要推挤，注意安全，前面的歌迷朋友很危险哦，哈。好。